的 bar X 多么酷，一切风雨无阻。GPU Turbo 顺畅无阻，把对手全能击败。欢迎大家收看由 Honor AX 荣誉呈现的大马游戏哈总决赛，到底谁是这一次的总冠军呢？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呢，谁输谁赢不重要，至少你们为马来西亚嘻哈文化付出了一点点。Skr Skr Skr Skr， 他们三个都唱得很棒，但我可以扮陈厚。韦博说的对，非常好，我可以帮你唱后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很明显的，就是他们非常的怡然自得，游刃有余，也根本不怕。在这比赛，我学会了爱 ，peace and love。Guy 呢，我根本没有看在眼里，因为他不够我快。啊，他们就一点都不热啊，我一定能赢啊。可是你还是要跟我对着干的话，在音乐上我不怕，尽管来吧。泪史很多，我的唯一对手只有爸爸，因为我的儿子叫爸爸，儿子爸爸。大马有嘻哈年度总冠军是。因为泪史很多，请你别，冠军是我的。这次的考核主题 Honor AX， 我有信心可以把它唱好，因为我已经加入了 Chris 教我的 Auto-Tune 元素。大马有嘻哈年度总冠军是纳武克润。Honor my name, yeah, yeah, yeah. Honor my name, honor my name.